知らねえ心理を蹴らん土地に乱暴ぞお坊さんたち少女一般単純に笑う知らねえ心理を蹴らん土地让我自由你的抱歉已经太多再说也没有用来第二位歌手请上台但在后面都里面没这么多人啊够一车啦这是完全好看一点好看一点完全不同样的风格啦齁来现在干嘛自己也在跟江志峰老师合唱啊因为人说我是小叶爱玲我当作是孙哥的公文不可以偷我偷公文啦来来来，这个一双声带哦，我跟你不过跟你报告，这两双国台语拢 OK 哦。哦，所以你若无个无合作，是江志峰老师你吃亏哦。哎，可以加讲两句啊，可以加讲两句啊。未着紧算哦，我跟你讲啊。这个咁好，我希望有机会会当甲江志峰做伙合唱。但是我是问题，这有变声对不对？要不然不敢那么恶心对不对？哎、欸，这声像玛丽亚。哎、欸，麻烦你唔能攻击我的特别来宾。我的来宾比较久啊。OK， 那么会使唱歌呗？我这边会使唱歌，你听。我操！你怎么心头小歌无力啊？啊，你们唱歌用原声的，用背景。关声，关声，关声。OK，OK。啊，你个右看麦，右看麦哈。好来，你的歌叫做《残缺的温柔》。好，来来来来。你唱到就知啊！其实我不愿见你站在风雨中，任雨水滴滴从你发梢滑落。若不是因为被你伤得那么重，我怎么舍得把心门轻轻封锁？想当初下雨也是在一个雨中，你撑起雨伞遮住我的天空。只怪我一时被你的笑容迷惑，却忘了问你，我是不是你的唯一？只要你心里有别人，就请你让我走。我不想再接受这一份残缺的温柔。既然你心里有别人，就请让我自由，你的抱歉已经太多，再说也没有用，不要再来找我。既然你心里有别人，就请你让我走，我不想再接受这一份残缺的温柔。心里有别人，就请让我自由。你的抱歉已经太多，再说也没有用。不要，不要，不要再来找我。这残缺的。这么个，他有当阿陪派戏哦。那你唱歌的这个有难度。叶爱玲哎，我刚一开始以为是可丽姐，可是后来想想不，应该不是可丽姐。可是因为可丽姐只有唱小飞龙才听得出来。现在你有尬一个，现在这个声线属于你的吗？这个其实还不错，而且蛮会唱的。他的在压嗓的那个部分，
是有过头了一点呢、啊，压压嗓的部分，压故意做那个效果。对，但是他其实坦白说，真正有叶姐的味道哦，他有唱出叶爱玲叶姐的味道出来，对，而且声线他的比叶姐的还要干净。哎呦，对，你不怕叶姐来找你麻烦？不一样，叶姐的声音是狂暴。它是狂暴，它是粗暴，所以你在听残缺的温柔的时候，你也刚刚真正有 key 感，你也感不感？那它的声线是把这个残缺有弥补起来，心里面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现在听完他的歌之后，心里面已经有可能跟他合作的蓝图的出现，可能下一条不赶快感情的歌，哎，有可能。哎，有要更一个不？刚才在五位，刚才在更一个呢。啊，五位更一个，啊啊，后一个好啊。